サンドロシラソロンドロロンダロボロンサラソロロンダラボロドロンダロンサラソロロンダラボロドロンドさあ、さらさらランドロボロ、上课，主要是大家要有一些向往。要想要去提升，才有所谓的课嘛。自古以来，师之道合，通通不是一种，从教的角度去开课程，然后去招揽学的群众，不是这样，是先有学，然后有需要的意思啦。这个世间，一切的存在都是一种供需嘛。那么在圣贤教育的学修亦复如是，所以。如来正法的注释，跟我们现在的众生本身的福报有正相关，那么如果众生的福报不够，如来正法它也就没什么太大存在的这个意义，因为众生会不堪受，那么感应道交绝不失时，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是存在这一个理路里面。那么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学修的最起头，他所重什么立志啊？一般我们讲的立愿，立志，佛家常讲的发愿，学修，为什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以前常常跟诸位分享的，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要定在哪里？一个人如果人生价值观没有先拉出来，他的所学、所修、所接触。都会像个浮萍一样，没办法着根，所以风吹东就飘什么，风吹又飘西啊，它起不了作用。那么随着时间流眼过了，该萎缩的也就萎缩了，所以立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讲佛家讲的发愿呢，学习成长是为什么？那么在一个。圣贤教育的体系里面，它其实没有太复杂。那个愿，只有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也就是说服务，服务苍生，做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在世间做一个有用的人啊。那么这一个用是什么作用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做一个对社会有作用的人啊。那么没有人可以把它想成负面嘛，因为佛法。即便很高层次，可是它也没有离开普世价值。一般我们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善啊，那么善恶的分野它是很清楚的。那么即便国家两边不利，中道不存，是为中道，也就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一个不是所谓的善恶对立的善，不是恶。的那一个生命完美无瑕的状态，取其善智来表法，可是这个境界它并没有否定掉人间讲的善，只是叫着我们不要去执着它，那么建构在这种普世价值的基础下，才有办法去升华提升，去讲所谓的超三界十法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嘛，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件事情。那么六道轮回叫苦，那离苦得乐，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学修者的一个方向。那么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离苦得乐而已，他是为了一切苍生的离苦得乐而存在。所以这种志向如果没有拉出来的话，
学修者就是要精当精，修道者如牛毛嘛。那成道者为什么如牛角？因为他把这一个方向搞错了，这个志向没有拉出来，所以盲修瞎练就会产生。那耗手穷精，费尽一生的力气都没办法去得到，乃至于修净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不是为了自己往生的。我们现在多数就接触的都是我们在这边不能超脱，有一个异行道，所以我们要去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像去极乐世界，大家知道它是为什么？那是要去那边做佛的。那做佛是为什么？做佛就是众生我变自愿度嘛。那么做佛要干嘛？所以即便你念佛念得很好、很熟练，可是你的心并不是一种广大为众生着想的，你想往去极乐世界也只是图一己之利，自己想避免掉所有的这些苍生灾难，影响到自己的这一种心量，要念佛往生还是有它相当的难度，那么因为心不纯嘛，所以修行除了发心发愿以外，再来才谈得上所谓的冶炼心地啊，治心治地的意思。那么治对治啊，治疗啊，治理啊，心啊，你的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一件事情如果没先搞清楚，修行是谈不上的，我们现在多数人以为只要读个几本经，听个几堂课就等于修行了，其实这是差之甚远的事情，换言之，不但让你得不到好处，有可能还会让你得到一些增上慢啊，增上的我见啊。去除不了自己，因为方向搞错嘛，所以你的理论跟方法的正确会加速你背离你的所谓的目的地，方向搞错了，所以在处处在强调所谓的励志的问题。好，那么学修在这个时代，多数的人难免都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有所欠缺啊，你要现在的人找到。多数人是因为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事业啦、学业啊、情感上啊、家业啊、家里是谁啊、老爸老母啊、身体啊、工作这块，通通没有这些问题，愿去修行的，现在的人是很少的，很少。那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少。那多数人会因为这样而去接触修行这件事情，所以你发现多数的人的修行。的这个励志本身是偏颇的，这也就是一个所谓的佛家讲的邪正的问题，这个就叫做邪偏颇的不对的，那么佛家在讲邪正的依准是所谓的称性，称性自性流露的那个叫做正，那么迷失的依妄起用的那个叫做邪，所以即便你精进，也有一个叫做邪精进啊，对不对？即便你有方便，待人处事的方便，那前面还加一个邪，叫邪方便啊。即便你平常有时候心还，平平静静的，也没什么困难，可是有可能他前面加个邪，叫邪定啊。所以邪定、邪方便、邪精进，让你得不到这些所谓的禅定一般讲的六度万分在形容的这些。方法这些原因背后产生的这个果报就得不到。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搞清楚，他在努力的过程里面得不到，他会反过来否定，否定古圣先贤，如来正法，这些诸佛菩萨的教法，他会否定。那么这一否定又否定了自己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万法本是自性所出嘛，那么。自信完美无瑕是每一个人皆本质具有的，所以当你否定的时候，你否定自己，所以不是毕生得不到幸福美满的人生，而是生生世世无量劫通通得不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要再投胎回来这个地球，过着比以前多数地球时期比较干净的那个时代更痛苦的日子，在这边再去寻求什么叫做修行，所以很冤枉，那么这种事情是不是
只是这一次，也不是啊，已经历经了哦 N 次了，又有无量劫了，是有 N 个机会，那么未来有可能又有 N 个哦 N 个次第哦要再去面对，所以没完没了，这个就叫六道轮回哦的现象哦。那么高可享福哦，低受苦，享福当中也不是完全的福，所以掺杂的苦哦，受苦当中如果明白。哦，它也是一种甘之如饴，可是明白的毕竟是少数，要不然就不叫众生了。众生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迷、迷失、迷惑。哦，所以不了解、不明白，哦，这个意思，这就叫众生。那么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啊。哦，一个人觉悟了，哦，明白的就是觉悟嘛。哦，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存在在这宇宙的状态是什么？我是怎么来的？我该何去何从？哦，在这一个宇宙的万法现象是怎么产生？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诸如此类的这些种种，就是一个人学法要去搞清楚、弄明白的。你不去搞清楚、弄明白这些，你连自己都不清楚。所以世间常有的错知错见，你就会以为那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政治政见，你会把它扭曲变成错知错见，所以你就活在所谓的造业的生命体系里头，哦，迷惑啊，造业啊。那么造业，只要你有造业，你就一定会什么？有造就有业嘛，哦，只要你有造，哦，就是运作这个依妄起用的生命状态，你就会产生一个结果，结果叫业，造业。哦，运作产生结果，那么因为这个运作是依妄起用的，妄就是不正确的意思，刚讲邪正那个邪，哦，依邪起用，所以你的人生这个结果一定就会产生障碍。哦，正确里面是没有障碍的，只有错误里面会有障碍。那错误邪啊、迷啊，这个都叫错误妄啊，哦，不同的名词。那么这一个结果造成你人生障碍，你就产生一个字叫做苦，所以迷惑。造业而后受苦，受苦更加不能理解，所以更加迷惑啊，造业受苦。那么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有的人幸运因缘会遇，哦，过去生中的善根，哦，难免会现前，过去生的善缘这一辈子难免会遇到，哦，因缘会遇之时他也有机会再去往上提升，哦，那么这一段的过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哦，多数的人，哦，都是因为自己生命当中出了一些问题，才想去接触嘛，对不对？你痛苦了嘛，你想要解决你的苦嘛，啊，所以你要去接触，哦，去寻求什么叫提升，哎，可是不是那么多人有因缘可以去遇到正确的提升，哦，因为这个时代负面的总是80%以上，大概在前七八年前，我们的感觉都是用七八十啦，啊，哦，那个错误的缘呢，啊，整个环境，我们以前常形容的，你打开电视，哦，或者是打开电脑，网际网络，哦，所有你搜寻跟接触的这些讯息，几乎都80%、七八十的负面嘛，哦，啊，什么叫负面？为自私自利而运作的就叫做负面。好，哦，那么显于外就是那些什么杀盗淫妄啊，哦，这诸如此类的形容的状态啊，都叫负面嘛。哦，那个80%啊，可是现在好像来来去去，好像一直在提升哦，大概现在感觉都90%以上，越来越恐怖的意思啊。哎，所以如果你的定不是正定的话，那个禅定的定不是正定的话，你在这个时代只有越来越苦。越来越茫然的机会，因为你受不了，哎，你受不了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常常是往外去怪说这一个环境使然，事实上有一个更重要的基底，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种子。那么从佛理上来讲，哦，一个人，哦，有26个恶心所，11个善心所，那么这一个恶的比例本身原因呐，啊，这个心所叫原因呐，啊，外在的这个环境叫缘呐，啊，机会条件。那么你学到现在都知道一件事嘛，因遇到缘才会结果嘛。所谓善因遇到善缘，它才结善果嘛。恶因遇到恶缘，它就结恶果嘛。
哦，是这一回事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那80%提升到90%，这个叫做恶缘，哦，恶缘一直在往上提升。那么我们人本身内在的原因种子有26哦区块是恶的不好的，才11是好的。那你看好的哦种子也是坏的比较多，然后机会条件又坏的比较多，所以随随便便就遇到了。对，然后所以我们人生境界负面的当然就比较多嘛，哦，这是一个正常，可是却不是一个正确。那么我们人容易在正常叫多数啦，哦，用多数去代表它，在多数的状态里面就习以为常的，哦，就会把它久了之后，是因为自己迷失没有判断是非邪生能力，所以久了之后就会把它定位成正确嘛。啊，所以咱人啊，人常咧开讲，拢嘛讲，大家拢安尼是啊，那对，吓，啊，你感觉就奇怪呢？咱爬山下狗啊，大家拢狗，咱是安怎个变狗？迄山内狗比人较侪啊，对不对？啊，咱底下迄叫正常，还叫多数。哦，这时候人又有这个智慧可以判断，可是起心动念非常细微，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明觉知。哦，本来是非常敏锐的，可是因为这一次错误的生命的运转，哦，生生世世累积这些污垢，哦，层层叠叠盖住了我们的灵明觉知，让我们现在的感知能力是非常粗糙的。哦，我们现在都用头脑嘛，我都用思考嘛，哦，然后用头脑用思考，你就是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思想嘛，就是用我们的分别心跟执着心在运作人生嘛。那么分别执着是从妄来的，妄，对，刚刚前面最早讲的妄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是把错误再继续加深嘛，哦，这个加深的错误，哦，不断延展，哦，产生我们现在，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应对到的认知，前方面这个感知能力认知都会认假为真啦，啊，哦，所以认假为真久了，这是原因，它的结果就是习苦为乐了。哦，在苦的当中已经不知道那叫苦，哦，那昨天我跟两个艺术家，哦，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其中有一个画家，他就说之前梁老师叫他拜佛嘛，拜着拜着，哎，现在拜一拜，发现在整个这样子，哦，才站着要拜下去的这个过程，在想的过程，这么短的时间，无时无刻不是妄念呐，啊。那以前没有发现到啊，怎么以前他们好像有在打坐啊，还是什么？哦，各式各样。那开始拜佛的时候，发现一下去上来妄念啊。那么我一般初学者会怎么想？是不是我拜佛拜出妄念？对，哦，所以好像有很多同参哦，你们都有念佛的习惯，对不对？那刚开始念的时候，越念烦恼越多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有的人就会害怕。哦，是不是因为我念佛这件事情产生烦恼的，所以这个就搞错了。所以说念佛以前我们烦恼就存在，就好像那个艺术家他要拜佛，他还没有运作这一个所谓的佛事功课，哦，这个手段，为了得到清净的手段之前，本来就有一大堆这些烦恼种子一直在那边产生。可是就好比一张，哦，白纸，本来是白的纸，本来好，以前这历经就把这一张白纸层层叠叠涂上好多的颜料，越涂越黑，越涂越黑。当这一张白纸变得很黑的时候，你这时候再顶上了很多滴墨汁，你一时是发现不到的，对不对？哦，这个就是我们感知能力越来越粗糙了，所以一直在增加黑，黑代表烦恼而不自知，而不是它没有。现在有一些佛事学修的功课，这个手段在运作，就好比这一张白纸慢慢在洗涤，把它洗干净。可是你在洗的同时，你又难免会滴到黑，这时候一点点黑你就马上发现了，因为这张纸变得比较白了，所以一点点黑，就是说我们感知能力会敏锐起来。哦，所以一切初学者，哦，初期他在运作这些佛事的时候，都会有共同的这个经验值。可是你并不一定知道它的为什么，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里面，也就再容易去误解它，哦，而退却，因为畏惧嘛，以为拜佛很可怕，一拜佛烦恼一堆嘛，哦，平常没有嘛，
哦，所以这个就是导因为果本末倒置的，哦，错解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了解之后，你看通通是明白的问题，你不明白，你的人生处处走不通。你只要明白他的理路，你就知道怎么抉择嘛。你这时候就抉择，那继续拜嘛，对不对？哦，如走钢索，真的风云飞来不理他。哦，我只专注在我的钢索上。哎，那么你不是愚痴，不知道有风有雨有雨，对？可是你的专注度在你的钢索上，这些风雨都影响不了你。也就是说，这些手段，哦，修行的手段，这些功课啊，一定叫功课，博士的功课，你专注在它本身就好了。当你专注在它本身，你的烦恼就好像那个风跟雨，它本来就存在，会来来去去，你不理它，它就没事。那么多数的人渡不过这一关，所以又被什么筛选掉了？哦，成就的道途里面又被筛选掉了。那么多数的人，哦，是连知道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误解嘛。那么在这里面族群又有一些少数，他知道了这个理路，可是渡不过，因为精进力提不起来。一般我们讲的毅力，那么毅力啊、努力啊，哦，啊，台语讲个坚鬼啊，哦，撑过去啊，哦，这些用词，哦，其实就是佛家讲的两个字叫忍辱嘛，哦，啊，忍辱就是所谓耐得住性子嘛。所以事出世间法，一切法得成于忍嘛，哦，有这么一句话。那么那个忍也就是守住一嘛，你能够守得住、按耐得住，你就符合那个忍的理路了。所以你在这一个道途上才有办法去成就，要不然哦，那个成道如牛角，肯定是必然的。哦，啊，修道如牛马嘛，啊，牛马昨天人家分享好像没有仔细去算过一只牛到底几只马，可是那个牛角很容易数出来，就两根啊。那牛毛是不是会掉会长，对不对？会掉会长啊。那么牛角永远在那边啊，很少很只看牛角会很卡，那个神心的吼，牛啊刚好安尼啊，哎，你敢也很阿坚，很多起伏啊。就那个牛角，所以恒常不变嘛。一旦你成道，恒常不变的。哎，那么一旦你没有成道，你就在那个退。进退进，那个叫轮回啊！哦，你落去啊，落去个往，往生是搁好听，就翘起啊，啊翘起就搁唔知要去对是倒啊，啊就是倒安尼落来去，即马有机会去投胎来，即只牛我先去搁生出你即只毛嘛，对不对？所以牛毛不断掉，不断长，不断掉的，可是牛角就那两根。哎，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立志的话，他是学法是不可能成就那两根牛角其中之一啊。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好，哦，啊，哦，决定你们毕生好，哦，的方向的终点在哪里。要不然这个世代七十几亿人口，我看多数你看就如同那个你们体会到的哦，媒体传输整个大环境的二元的比分百分比会下三个道，在大概就这个百分比，那么假设拿这个百分比来，我们这样在座的几个，你看看要台台要成规耶，那大家要选择加入哪一个行业的问题，哦，啊，当然也可以让你们自己在一中高中当中，哦，成就你们是百分之百的成就嘛，对不对？不一定要跟整个世界的这一个常数上的百分比去跟随。就好比说慧远大师，哦，当年，哦，成立的一个，哦，道场念佛好像123个人，每一个都得度啊，那你是他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啊，哦，每一个念佛都往生极乐啊，哦，没有半个跟不上啊，哦，那么那个就是基本上他们这些人都有这一些基础的强烈愿心啊，所以他们愿意符合规矩，啊，规矩就是佛家讲的戒律，他们愿意持戒，所以愿意持戒的人才有办法去得定，有得定的人才有办法去开会。可是你去想看这三个字戒定慧里面就是完全无我，哦，有一个我存在，这三个字就不见了，戒定慧就不见了，
所以这里之所以是佛法和世间法的分野处，就在这三个字。你修习任何一个好方法门径，只要符合戒定慧这个原则原理，那个就叫佛法。如果你学习任何一个法门佛法，任何一本经教，你只要不符合戒定慧，那个也就叫世间法。那这世间法就叫做轮回。轮回，你怎么努力就是轮回。刚刚我们有讲过，轮回就是一个字，苦。你怎么努力就是苦，永远逃不出苦。所以离苦得乐就很重要。那么这个立志之余也练心性，就是第二步。你没有立志，你谈不上你练心智，你只是在那边沾染一下常识知识而已。那么人生本来就遇到很多苦，那个不叫也练心智啊，不是不叫立志练心的意思，在治疗心啊，那个是在什么一业受报，人生仇业是这样子。立不在雕啊，你没有自主权啊，你谈得上什么也练。所以你方向没拉出来，你永远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人生该怎么痛苦还是怎么痛苦，该怎么生老病死，通通逃不出。那么第一个志向出来，你才会有一个公约数，有一个人生的依准主轴，所以你才会回归，在人生当中遇到的这些苦难，你才能会倒归这个主轴而什么放下。要不然你是在增长你的什么起心动念，这些所谓负面的贪嗔痴慢疑，而且全部都会在你在人生酬业的过程里面再加码，在这些随业流转里面再增加，不断去茁壮这个业力。也就是说轮回的世界只有越来越苦越来越苦，三恶道是没有止境的呢。你们听过阿比地狱嘛，对不对？阿比地狱就没有在下面了嘛。事实上阿比地狱就是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那个阿比地狱就是无止境的痛苦啊，所以他也不用再来一个形容下面到底那一层是什么。那么极乐世界极乐到哪里也无法想象，一旦你回归自信，既非精神亦非物质，跟思想无关，还有逻辑探测不到。所以那一个极乐你也无法想象，那么痛苦无法想象，极乐也无法想象。这个也就是说大无外小无内那一个理路，它超乎了这些时空物质的一种规范，时空物质却是它变现出来。那么无止境，因为是这样所以才值得我们去努力。如果你预设立场了，你的人生就上不去了，那么你下面的预设立场你也会去达到。所以慢慢的去深探法到底是什么，而这是一个原则原理。那么原则原理现在的人在学修不好记录啊，现在人学修要有事项事修啊，那么没有原则原理事修又容易走入盲点，执着嘛。他徒有原则原理，现在人的根性不够，那个决心不够，又会什么解错，所以事项你就又不知道怎么做，有可能还会去做错，这些通通是一个修行人学习成长的人在他的学修过程会遇到的课题。那在这一个状态里面怎么办？依法归人，依照我们所知道的如来正法去行事，可是会又有一个课题出现，那么我怎么知道那个法，对不对？所以你就从你知道正确的少有的这些法位里面去落实就对了。意思就是说不要好高骛远，你知道多少做多少的意思。那么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些超脱六道轮回的法没有离开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从哪里开始？老祖宗有几句话，他讲什么孝悌忠信啊，对不对？以存孝悌忠信之心啊，身是什么这些礼义廉耻啊，守住礼义廉耻啊的准则啊，那么行运作在仁爱和平啊，这是三十二十二个字嘛，
对不对？你只要秉持这十二个字，你基本上就是符合正的了，哦，而不是邪的。你符合这十二个字的努力，就是所谓的正精进的，而不是邪精进的。你依这十二个字，哦，去学习落实，你得到新的平静，你就往正定走了，而不是邪定走了。所以要有一个准则拉过来。那么这十二个字亦复深广无尽，哦，说之不尽啊，哦，不是只有这十二要去代表。那么佛法嘛，一字无量义啊，哦，字字通自性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从我们仅知的这个佛面，比如说刚讲那十二个字，每一个人的认知的标准都会不太一样。可是至少你往那个方向是没有错的，哦，那以最基础的你认知，你能理解体会到多少，你就去做多少那个意思。你这个做多少的过程，哦，的一个态度行为，就会帮助你再加深理解。啊，原来孝悌忠信以前理解是这个样子，现在做了许久了，又体会到原来还有更深层的，原来是不一样。啊，它可是它的不一样又不会违背，它是深度的问题嘛。哦，那一壶水是20度或者是100度，它还是那一壶水，你知道它的本质是不变的，可是它的作用是不同的。20度有20度的作用，那么你们不可能把几块肉丢进20度的冷水里面就捞起来就可以吃了嘛，对，哎，你要把它加温到100度，这个叫作用。所以这个作用其实是深广无尽，我们只是能用人间比较常数的100度去比喻啊。事实上，一太阳几度啊？你们学理工的，3万度，对不对？那100度好像变得20度了哈，哦，哎呀，你怎么能想象太阳的温度？还有现在要不要搞得化学啊嘛？所以温度的极限也是无限啊，所以佛法的深度是无限啊，哦，这么去比喻它，啊，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作用也可以是无限，哦，可是我们现在在在处处都被限制住啊，被谁限制住？被自己的起心动念限制住了，哎，万法唯心造，哦，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哦，通通不离我们的心性啊，那么这个心，哦，要安住在哪里？迷失已久的众生难以自我决定，所以才要阶段性依照圣教，哦，的标准。一般讲随顺圣教，久了你做久了，你就慢慢恢复自己的性德，那时候才能够称性随顺性德，哦。所以刚讲那十二个字非常重要，哦，那么它的根也就是第一个字叫做孝，哦，孝悌忠信那个孝。哎，老有老上一辈，子有子下一辈，哦，他不是在这个形象上去讲而已，他是讲的是一个根基，哦，一个万法的轴心，所以才讲百善孝为先嘛，哦，他是一个根基。那么如果秉持住这个字运作的人，基本上下一个辈子就有办法再去得人生了。那么如果没有的，基本上心理色都往三乐道走了。所以现在要去传出这样的概念，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哦，因为会碍于各方面的这些价值观的不同，哦，那么价值观乃至人的情势作用，哦，那么现在讲的意识形态，哦，这些一旦有我在里面根深蒂固，你正确的理路就没办法去推展了。所以照理说，哦，这个万法根基这个孝也就是完全的无我，哦，是这么讲，可是很难去想象无我是什么状态嘛，因为我们离开太久了，就要去训练，哦，去有一颗意识去训练，所以清净心在这些课题的完成才会有，哦，可是清净心有了之后不一定有平等心，啊哦，平等心还要再去深入，那么那个对一般普世价值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就不容易去了解了，哦，平等两个字听得懂看得懂，可是真正要了解平等不容易，那么我要怎么去除，哦，那么害人之心不可有啊，对不对，哦，这个还没有达到无我，
啊，可是这是必备，这个叫做普世价值。那么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哦，这时候就接近无我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所以那一个人永远超越不了轮回。你要超越轮回，一定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设想这四句话里面有没有一个我？通通没有啊，那需不需要防人？哎，就说都没相了，还防什么？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你，语言有一个痛苦对应啊。哦，所有的这些至圣之学，哦，基本上第一个关键都叫做我们什么无我，哦啊无为啊，哦不要有我执啊，哦等等这些不同名词，通通是。所以另外一个好的方向是叫做你去奉献啊、布施啊，哦。服务人群呢、啊？那这个也就是在训练你的无我啊。哦，一个有我的人，他一定会到最后的根结点，我的利害得失的时候，而不愿意跨出去去帮助别人。他愿意帮助到什么程度？这些程度也就是影响不到他的自私自利，他愿意。一旦影响到了，他不愿了。所以昨天跟几个同参在分享啊，什么？散尽，我们讲现在人最看不开的那个钱，好了，散尽千金不还难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哎，你们要不要把你们一半的钱奉献出来啊？大家当然就顿呆了、啊，然后看这样子，你看我们才一半都舍不得了呢，人家还散尽尽，对不对？尽就是完全，对呀、啊，全部要尽，对呀、啊，不还难，所以我们当然付不来啊，你懂吗？对呀、啊。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范蠡啊，当年西施的先生嘛，对不对？哦，范蠡三善三聚那个理论嘛，本来做个宰相哦，然后来帮助建国，然后知道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享福，所以赶快就逃了嘛，哦，告假了，那告假就躲，改名叫陶朱公，对不对？哦，然后隐居哦，在乡里面，然后去。好像结草鞋的样子，做个小生意啊。那么做小生意做着做着就又变富翁了，哎呀，那富翁之后他又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再散尽啊，真的散尽去奉献，帮助这些穷苦人家，哦，帮助这些灾难。后来又归零嘛，啊归零再做小生意啊，做又第二次又变富裕啊，那第二次的富裕比第一次还富啊，哦一样又在散啊。再去帮助这些穷苦人家、受苦受难的人民，后来又继续做小生意，第三次又富啊，又比前两次都还多啊！你看看，啊，历史记载是记载到这边了、啊，他可能还来不及第三次再富啊，再善就去啊嘛哈，等往生的修有的人世间的福报，好、哦、大福报不够他想，所以要去升天的。所以一个人的富，如果富过了人世间一切总和，我们讲的人间呐、啊，好人间一切总和的时候，你那时候可能也会什么，赶快走，也走去天上啊，天上有更大的福啊，所以人间不能支撑你，所以我们不能看表面，哦，表面的这些人间定位的这些哦，喜乐哦，苦、甘甜等等这些现象。有时候背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常举例，哦，会冒烟的不一定就等于是滚烫的热水啊，冰块也会冒烟啊，所以它的本质不一样，它的现象一样。那么我们人世间的人就是着相，哦，他常常用着现象来对等他的本因，所以常常会对错，哦，所以比如说现在人受苦的人，那看到颜回啊，哈、哦，他学圣贤教育学成这样子，对，怎样子？一箪食一瓢饮，还能够来干饿啊嘛，对不对？他不知道，他因为学圣贤教育，他甘于一箪食一瓢饮，甘于好、哦、去消他过去生的业。这么一消掉的时候，好、哦、一个早夭嘛，哈、哦。那起码讲讲挑剔啊，其实也是翁星啊，哦，因为他消了过去生的业力，消完之后，人间没有大福报给他，所以他断气往生，提早。好，离开人世间的苦，去提早去享用他因为学圣贤教育得来的福报，哦，提早去升天。那么这些背后，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嘛，我们会局限在他一箪食一瓢饮，
过着很穷困的日子这样，啊，顶多就是好像安慰啊，啊，鬼也不敢其乐啊，哦，那是世间人的看法。那因为他很清楚这个理路，所以他当然不敢其乐啊，哦，越苦越好啊。所以人间哦，要去成就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吃苦。哦，释迦牟尼佛当你灭度之前也是这样交代啊，哦，末法众生是尊你灭度。哦，他不知道如何依循，那么修行者应该怎么样修行？他就想啊，以苦为师，对不对？以戒为师啊，那苦戒是差不多意思的意思啊，哦，那么来下归苦，可以把它想作是忍辱嘛，哦，可是真正的忍辱的意义，并不是说你觉得你在受苦，不是这样子，那是一种更宽大的胸怀，那个叫做忍辱吧。啊，一切皆能包容，那个叫忍辱啊。不是讲即卖人吼，迄，那个，昨晚去处理一个个案，啊，就迄对老爸爸、老妈妈伫啊，好严够严的吼，啊，对来对去啊，我伫收啊，你唔知哦，吼，我用咧压起来啊，所以我即卖咧忍咧，我伫收啊，你唔知哦，安尼，反正伊咧收啊，啊，心内是做混的啊，哦，所以你也不能说这样不叫修啦。可是这样要离真正的修，真的是会被笑破大牙。那就是你包容啊，你包容哪有一个人，你懂吗？所以那个忍的意思，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会把它解释成压抑，压抑是不对的，是违背那个人的事。它根本没有一个对立嘛，哦，忍辱啊，根本没有一个对立，所以你哪有一个压抑？而只是现在我们不能理解它的真实意，所以只好就好像我们在讲布施。对，布施是没有贪叫布施，那你怎么叫一个人不要贪去布施？现在，你大家都嘛要贪功德，较要去的，对不对？啊，那无福，你卖讲功德，那无福德福报，你敢要布施？对不对？我还留在家里养，所以你看，这其实是扭曲的呢。啊，可是因为众生有这个习气，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必须有善巧方便。去把他一些引导回去真实意，所以才跟他讲，那么你就多布施嘛，哦，多布施，啊，布施会得到财，会得到身体健康，会得到聪明智慧，财是法是无畏施啊，都会得到这个东西，他要，因为他要得，那你殊不知布施就是叫你不要，那你要得什么？所以舍得是把你得到的舍掉。可是要解释给众生善巧方便的引导，你不能这样跟他讲啊。刚开始，因为他没涵养，你不能这样跟他讲，欸，所以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舍了就会得。你看这两个意义是不是差很多？你把你得的舍掉嘛，那他不要，那舍了就会得，他要，哦，也叫做不能一舍。可是偏偏他又是一个妙招，你不管怎样，你心多贪多想得，你再施你就少一点贪了。啊，你若完全坚定到不行，你连那个一点点出去都不肯，那所以布施本来是要对付我们的坚贪的。一个人没有贪念的，哦，没有吝啬的，他布施度已经圆满了。他跟你外在的这个物质拿去给别人无关，一点关心都没有。可是偏偏现在的人又做不到，所以才又要有一些物质，哦，假设我们浓缩在财布施去往外丢，才需要这样子啊。他，啊，久了之后就渐渐舍得了嘛，那你那个福报真正从哪里来？从你的清净里面圆满具足，是这样来的。因为是显出来，不是你外在换取得来的。啊，布施一个杯子，明天有人送我两个杯子，是你福报里本来就有好几个杯子了，你知道吗？我用杯子举例啦。那么因为你布施了，所以你的贪这个灰尘少了一层，所以。另外一个杯子被你发现了，这样子，就好像那个考古学家，真的，利用他在那个挖古墓哦的状态里面挖出很多宝，是他做出来的吗？还是他在挖的时候，赶快有人在后面塞？不是这样子啊，是他本来那个宝藏那一块地土地里面就有了，所以你们的心地宝藏本来就具足圆满无瑕，哪是只是两个杯子？而是你愿意舍的这个生命状态的能量，把你的污垢、把你的障碍去除了一些了。你障碍去除一些，你的福报就显露一些出来了。
所以那个福报显露是你自己显露，你不自知，你以为是从外面换来的，哦，这个叫俗说啦，哦，从外面换来叫俗说啊。啊，真说是你本质具足嘛，你本来具足完美无瑕。那你说啊，这样太简单了，哦，大家听到了太简单了。可是有的人就会偏颇啊，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你立志错了，学修，你的爷爷亲自的态度错了，所以你的心并没有真正谢福健康的时候，你行为模式不去运作，你都会以为你已经在做没有贪的这个态度了，而这是自认为，所以他还是尘封住，被那些污垢业障尘封住，你还是得不到。所以佛法论实质，不论形式，话语好讲，真正的义理不好体会，哦，那么为什么这些你们要弄清楚搞明白，免得被骗。然后最近好像从马来西亚回来，就看到台湾一大堆新闻，在那边很先进啊，就在那边忙到没电视看嘛，哎呀，啊，报纸有英文就看不懂，对，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每天就是照着时间表这样，好，然后请教问题回答问题，问题回答问题，每天都很亲近，哎呀，然后回来就看到一些有人会讲啊，现在有什么灵修又怎么样啊，那这就是末法时期啊，没办法，哎，多数是。古时候讲的那句话，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对不对？哦，这个时代嘛，而且正常嘛，然后以后还有更多奇奇怪怪的会出现嘛。那么倒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运行如来正法传统教育的这一个族群，哎，他不能伸张，他只能用最低级数的普世价值去什么教化，哦，可是偏偏这不一定是究竟。哎，它是一个前方便，啊，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现象会很像的那一层，哦，我说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叫刚开始见山是山，哦，见水是水，对不对？后来的程度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后来又就见山又是山见水。你看第一阶段跟第三阶段它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它的形象是很像的，哎，明白？第最后一阶段包含了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所以它有这个涵养的。第一阶段的是没有的。那么很多的灵修，哦，跟成长、生命成长、修行这件事情，就会有这个盲点在。对啊，那么如果你的经教义理没有深入，你就分辨不出来。那么听好，要深入而不是接触而已。有时候你接触半吊子，你还会误解，你还会误解人家真正的。所以这一个区块是在这个时代，哦，在运作生命成长、学修修行这些最难的一面，哎，那么这也必须要众生有福才有办法。所以普世价值，哦，你们倒是可以好好去学，学起来之后，哦，把周边的普世价值观的都运作好了，众生会比较有福，比较有福的时候，你才能再更深一层提升上去。要不然大家分辨不清楚，就容易去受骗啊、上当啊。然后昨天有一个艺术家也跟我们说，哎，他大陆人，然后说请教一个问题，说他认知有些西藏的一些波切法王，然后整个常常会去整个内地的地区每个城市这样子去印化，然后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什么叫什么母啊。他们命中有一个叫做空行母还是什么，哦，还是什么佛母等等啊，所以我记得这个母前面那个形子能去记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女朋友，哎，啊，都要随时去那边印化，还去做双修这样子。那他问我说，哎，那这个是什么真的假的？我说你问什么真的假的？你是问乱搞是真的假的还是真的假的？那乱搞当然乱是真的啊，对。那么那个正法当然是假的啊，就这样子啊。啊，一个修行的清净不需要这样子啊。可是，在一个超脱，比如说有人讲说华眼里面哦，视线贪嗔痴啊，杜阿达女嘛，他视线妓女嘛，对不对？可是他是法身大士嘛，哦，视线。
那这一个层级以上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明白，哦，他是真的，可是他过去生的因缘是必须是这个境去应化那些，哦，那个环境的众生，可是这个不是一般人办法到，这个都是登地菩萨以上，哦，的一个生命体才有办法去。为什么他关键在完全不起心不动念？那我们现在会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重点不在那些，比如说昨天那个问题啊，那是真的假的，重点不是在那边是真的假的，重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这样求。你如果不知法，没有深入经藏、经教，或者是善知识告诉你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它的标准是什么，你不知道的，对，你会被引导成那个形式啊，双修，对不对？然后西藏也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欢喜佛的照相，然后他们就会以为是男女交媾，是这样修会成就，事实上不是，那个形象是表法，也就是道家讲的阴阳调和。那么阴阳调和，我们众生会以男阳女阴为代表，可是这个阴阳是代表好跟坏的意思。你在人世间含容一切，哦，好坏皆宜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心净一尘不染，你才有办法不起心不动念，那样才是一个圆满的生命体，而不是在所谓的有为之爱，哦，这些物理性的一种交合，不是，哎，这些是一种障碍，哦，所以学修一定要有深度的明白理解才有办法，要不然就容易被骗嘛，哦，那么这些会变成风气嘛，那人又什么奇龟挖多饼嘛，哦，越有名的越有风气，我们就会以为就是越对的，啊，然后就跳进去就不明就理，所以拉回来自己深入的时候如如不动，没有人可以影响你。那我们刚刚讲的不是问他们是真的假的，而是问我们自己有没有条件去这样子修，哦，换言之条件在哪，你如果会起心动念你就没条件。所以你们常听过嘛，修密哦，不是直接成佛就是直接下地狱，为什么？因为有起心动念就直接下地狱了，哦，那些的立誓念心再染而不染的功夫没有，你再染一定是被污染走了，所以下地狱啊。再染你能够不染，哦，起心动念不受污染，你那时候可以锻炼回归自信本来，那时候你当然直接成佛，是这一回事啊。所以每一个方法门径都有它一种特点特色，哦，那么我们要符合。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立基点，人贵自知，要知道自己几两重啊，哦，爱讲啊，跟他满起修行啊，所以做所有人世间的一切事都是这样啊，你要知道你的条件，那么适当的就是最好的，要不然八万四千法门，因应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八万四千确有其数啊，哦，可是他也同时表法，哦，无量无边呐，啊。那八万四千尘劳烦恼浓缩，就是你们讲的十恶跟八邪啊，哦，这几个状态在作用啊。那么八万四千法浓缩，也就是十善跟八正啊。所以十善八正对治我们的十恶八邪。只要去十恶八邪，我们本身就是十善八正，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功课取得了，你才谈得上真正的修行。哎，我们现在都不敢修行啊，我也才过不见他，阿弥陀开始也当修行，啊，这是真的啊。那我们要来真的嘛，对不对？修行要来真的，哎，就不能在那边安慰的，哎。所以来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搞清楚弄明白。好，来看看那一组有什么疑点不？好，我的自备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凡先生他既然已经创造了他自己的那个后半生的命运，为什么他创造出来的命运是那么多的那个就是恶人，然后突然就来？创造出那么多恶人，就是为什么他会被那个将军，然后就是如来啊，这些佛是他生命后面是创造的，但他创造的这后面的命运，为什么他自己创造出好的，
却是那个面对那么多的那种因果层层叠叠啦，所谓创造是创造某部分而已。哦，那么你延续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过去的某些世代的因都在嘛？也就是说，你生生世世的阿赖耶识前，并不因为你现在创造而才有，你懂吗？它本来就存在嘛。所以创造出来相对以前的种子叫缘，你懂吗？是缘。那么这个缘触及到以前有的这些阿赖耶识前的三根种子，它就现什么？现善果，对不对？那么有些是起心动念不够圆满的部分，叫做恶缘。我们现在以二分来讲，恶缘它就会触及到以前阿赖耶识前生生世世里面的二根种子，所以就会现恶。所以意思是说人，没有十完美的善跟完美的恶，完全的恶啦，不能叫美。对啊，所以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就没有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顺畅的。也没有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痛苦的，也就没有，它里面会掺杂，善恶掺杂，所以因缘果，所以那个创造，现在创造的因是过去因结果的缘，所以因果相续不空，循环不空，哎呀，是这样子才会有这些，他后半53岁以后嘛，对不对？到74岁当中还会有一些善，有一些恶。那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对不对？整个生命的流拉长，这一世代跟下一世代如果连接在一起，也没所谓创不创造，知道吗？对，往前挪往后也这样子而已啊。是你切，比如说切面包好了，那个人家刚做面包，你拿两根刀，你切三等份是等均的，对不对？还是？两刀也切下去，前面这么一小块，后面这代表着你的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对不对？两刀嘛，三阶段嘛。可是你对整条面包是不是就一个亿？因为它没有增没有减，自信不增不增不减。但是人世间这些以往起用的这些新鲜事变的世界，才有表象的增减。那这为什么叫表象？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真解是假的，只是告诉你，好像在告诉你，那你好说，你也可以努力往善一点的，你也可以多教一下你过去生的那个阿赖耶识的善根种子，浇水浇在善根中，让你长成你想一些福嘛，我这样比较好，而不是说他创造出来的，创造也是因应众生的，你本来就存在创造。就好像你们现在科学家有一个名词叫发明，发明是从零到有嘛，那对整个宇宙的存在，它是本来就存在，对不对？它是对我们狭隘的人类，对不对？以前没有，现在弄出一个麦克风，你看我发明的麦克风。科学家其实顶多就是去发现明白有麦克风这个理论，所以把它凑起来变成麦克风。你知道吗？那它是无中生有，从自信上是无中生有啊，从这个现象上，整个宇宙本来就存在这样的理路啊，它只是去发现明白它而已啊，然后再去运作它凑起来，就这样子啊。好啊，可以知道吗？请问师父哦，就是我自己会去思考说，像我们这样的众生或者生命体，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就是说我在想说，我们可能未来都会走上那个佛道嘛，那可是我们一开始最初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就是说各个历程去，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那我们原始的生命状态是不是？比如就像一颗石头，那就像一颗石头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就是说要来经历这么多的累世累劫的苦，然后最后再走上佛的道路这样子？其实你们来不是你们选择的啦，可是是你们决定的。决定跟选择不太一样。决定就是请坐。决定就是你的参数，所有的积分就是这样子了。那被分发了。
所以你假设你们这一辈子来，为什么？只要你不是再来，你很清楚的自己选择的，对不对？你就是被你自己决定来的，而决定错了来了，对，决定错了。啊，什么叫决定错？因为你来你不喜欢，不喜欢，所以错了，对啊。那么来了之后，你的生命涵养底层有正确的体系，好、哦，它被蒙蔽住了，所以变成错的彰显出来了。所以你们来到这边了，对啊。所以你说来的目的是什么？来，如果清楚的人，他这个目的才成立，要不然来没有目的的。多数人来，你问他哪有目的，对不对？头业是什么？来行啊，水业流转来，我们看那平安照呀。那没让他给他刮，那那无法度啊。那没让他给他领，那无法度啊。没有人要选择这种来嘛，对不对？所以，除非你是再来者的那一种能力，自在主宰的那一种，已经考得了、哦、至少超越轮回的学分的这一种生命状态，他才有所谓来这边的目的。哦，那么我们既然来错了，可是我们内底底层有一些正确的因子在，也会因为远而启发出来。哦，这时候才开始谈得上，那我要决定，对，我要选择什么，而不是我来要选择什么，而是我现在明白了，我开始要选择什么了。哦，他、啊、明白了就知道啊。那第一个关键就是那。你不喜欢的，你要不要继续啊？不要嘛，所以选择就出来嘛，要或不要嘛，都要选择。所以你要选择你喜欢的嘛，第一个来的，对。那你要选择你喜欢的，你也许不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那只知道一个含糊的概念就快乐，就是我喜欢的嘛。哦，阿南公已经在干阿卡五级耶，我喜欢嘛，人家心态开健康哎，哦，诸如此类，这个总的都叫做你们的感受上叫快乐啦，哦，这样讲。再浓缩一个字，啊，当然快乐的层级在升高，叫喜悦嘛，哈、哦，同样的方向，哦，不去计较它。那么有这一个含糊的概念出来的，你才再去要去搞清楚、弄明白，对，搞清楚、弄明白。然后搞清楚、弄明白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踏上学习的角度了。学习到我们前提都设定正确的啊、哦，因为太多学习错误的那得不到正确的。你开始学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快乐这件事情是什么。是从哪里来？是怎么做才可以？这个价值才提升上来，是这一段。那这一段的基础就是你刚刚讲的佛。最后你的方法，所有的参数都正确，加上你的努力没问题，经济没问题，通通圆满无瑕。最后你的目标，所有时间到，你就是成佛了，就解决了。那时候才有堪称我接下来要去哪一个世界，我要选择去哪一个世界干什么？哎。啊，从哪里开始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受难？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开始。那说怎么会这样？因为为什么？哎，它就是这样。哦，它不是我们思想可以圆到的因缘的缘，好、哦、去理解到的意思，逻辑没办法。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用逻辑要去想这件事情，是依妄解妄，永在妄中。永远解不出来，可是偏偏有方法哦。这个也就是你要快乐的方法，有方法，可是不是靠你的头脑，只要照着做就解决了。那照着做就解决，就是表示没有原因了，哦，没有那个为什么了，执着分别妄想丢掉，你就证实到了。因为执着分别妄想丢掉，就不是逻辑思想，对不对？那我们众生习惯的逻辑思想。要去推测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当今佛学院在教着我们佛法，哦，辛辛苦苦投资了那么多社会资本，却让我们成不了的原因在这边，哎，因为是用逻辑跟思想在教育，哎，当然里面的用词都是一样的，什么放下啦，哦，哎，清净啦，哦，觉悟啦。哦，大正道啦，什么四念处啦，什么等等，这些名词都是一样的。可是，一旦你用着逻辑要去思维它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变世间法，你永远不知道生命如何而成，生命何去何从，永远不知道。佛成就之后是什么状态？自此以降非凡夫境界啊！凡夫的意思是什么？思考，
思维，所以只要我们用着这个就没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书人还比不上那些老阿公老阿伯啊，无读册啊，我想有够艰苦的，想头壳都疼。你叫我教我安尼做就好啊，伊就安尼苦苦读，伊做甲就执着心不见了，分别心不见了，妄想也停了，成佛了，顿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迄个状态，生命状态的不同。为什么一念不绝乐？我问你，就像我们常常出门很慌张，在找我们的钥匙，到处问，就在我们口袋里，就这件事情啊，我明明放进口袋的是我自己嘛，可是你说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忘记你口袋了？你找不到那个什么时候，对不对？从什么时候你问到了，谁知道你口袋有？问不到，突然啊，啪，那就是这样。迄个揣着口袋就是一层佛啊，迄个意思啊，唔是你想出来呢？你看你口袋，你袂记住，搁你揣着，唔是你想出来呢？就是安尼啊，自自然然啊。啊，明明是你家己藏的，你太唔知。你讲当时袂记住，唔知呢？所以一念无明哦，一念不绝而有无明的心，你藏你家，你唔知当时袂记住。所以密心了不可得，所以。但今忘情，莫更觅真啊！为什么不要去找，而是什么当下能够理解的放下？所以修佛，如果一个人少受教育，少有人世间的困扰，比如说烦恼障跟所知障多少的话，这个人你跟他说放下两个字，他马上就做佛。那所以有人一知一切知嘛，有人一知一解而已嘛。这两个都是平等的，一即一切啊，一即一啊，都是平等的。一即一切佛菩萨啊，有这样的修行方式啊，一文千物啊。那有的人做蹲啊，一文一物啊，一文一物的果报跟一文千物的果报一模一样。那是一文千物，你们常听嘛，好懂啊。还天才啊，还做理财啊，有慧根啊，什么六祖慧能啊之类。那么一文一物的你们比较难理解啊，那像锅肉酱一样啊，对啊，憨钝，理解度不好，没读过书不识字，怎么修？你就跟他讲一个方法就好，他就一，然后他你就念阿弥陀佛，累了休息，休息了再念，念累了再休息，就除了初二大斋以外，休息以外你通通都在念，啊嘞，正着念坐着念什么念随便你，反正就是念。你当怎样去讲代志嘛？对，一文千物，一文一物而已嘛。他的果报三年成就圆满佛道了，原来啥当就搞完了。那你可以依照推测，也能想见他是上辈往生的。一个乡下人没读书，只会补锅补那个破锅子的一个一般公社会地位贫贱的人。阿无钱，恁爹阿无社会地位，阿无学识，拢无个。我一般就被定位在最贫贱的。三年做佛，你看，伊的是啥？伊的特质的是，他没有太多为什么，应该是他完全没有为什么。你讲来也知啊，所以他跟什么真理相应？那我们跟什么相应？我们跟道理相应。道理常常要问为什么。还要解释嘛，逻辑嘛，推论嘛，这叫道理啊。我们跟这个相应啊，所以我们不能成佛，我们可以成为世间的什么？世间的这些学知识分子，学者，对，痛苦的这一类的众生，我们可以成为这一类，可是我们不能成为觉者。所以好快好快把我的放下，放下什么？万缘放下。缘嘛，对不对？机会条件嘛，通通放下。那缘从何生？对，因从何起？从我们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放下，你顿时就成佛了。所以郭肉江三年成佛，又只会能一念成佛。成佛了之后嘛，不然你计较三当啊一念，拢赶快嘛。
啊，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那个什么创造出来的还会有善啊，怎么会有恶啊，就没那个东西了。哎，你的人生家的鬼，你的贵体也经济也很强。哦，那些恶，至少黄先生知道一件事情啊，他那些恶他知道要消业啊，对不对？哎呀，所以慢慢上升到，即便究竟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可是对现在普世价值的众生来讲，好用啊，很好用的。哎呀，即便还不能超脱啦，没解脱啦，按各种恶缘啊。哎呀，所以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领路，普世价值一定要把握住。那么奠定在这个基础，不能执着，还要再超越，哦，解脱三界十法界的这个理跟事上去给它超越。那换言之，如果你普世价值的这些哦孝悌忠信哦这些哦礼义廉耻哦仁爱和平这些的态度没有的话，你就谈不上什么哦超越三界十法界这个学修就谈不上了。哦，那个永远都是一种学理，就变这样子。啊，学佛这样子就很冤枉。那么我们世间嘛，嘛搁一句说，风无欠钱做啊。对啊，啊，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什么你要这样？因为那是讲的那第一句话叫什么？敦伦敬分啊，就这句话而已啊。敦伦，敦是和睦的意思嘛。伦是伦常嘛，伦常就是关系嘛，哦，不同人跟不同人的关系嘛。为我先讲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我们前面讲孝悌忠信嘛，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关系不同，来自我们过去生的冤亲债主的状态不同，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关系，对不对？那么敦为什么产生了？要去和解，和睦的意思嘛。和解这些关系叫敦伦嘛，那一个要和解这些关系的人一定要守住本分，对不对？你伫社会是啊，比如你伫家庭是啥物角色，你得要有迄种角色的迄个标准啊，哦，迄种态度啊，哦啊，即便你再不愿意，你还是要有，因为你不愿意表示你的冤业啊，你不愿意去解决它，还掉它，不愿意啊，你要伫一个公司。哦，迄天敢那，你是要问的嘛吼、哦？上司吼，哎、哦欸，是公司迄个上司啦，唔是迄个学校迄个上司啦，吼、哦。啊，叫我们做事情，我们就照做吗？哦，对啊，因为他是上司啊，公司伦理啊。那么，如果我认为不太对呢？所以，可是那不太对，就切分两个，是私事还是公务？对不对？私事当然不用啊，对啊。你可以利益讨钱物件，可以啊，私事对啊，啊公务没办法，公务他负责，对不对？这叫做公司伦理啊。啊，这个伦理就是刚讲敦伦那个伦理，就是为什么会有孝悌忠信？孝悌忠信是伦理的对待的态度，好、哦，会变好的态度。那么这些什么父子、君臣，这是伦理的现象关系。这些现象要用这样的孝悌忠信的态度去对待，才会化解掉。对，来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来？这些现象叫关系。这个关系出来，是我们过去生解的业因果报不一样。哦，现在这个分数，这个能量带来了我们现在这一辈子，我们从小到大面对的这些人，哦，啊，面对的不同族群，哦，从一个。原生家庭到别的家庭啊等等这些啊，在社会上运作、待人处事这些就是果嘛，你会遇到的主题。所以老祖宗东方老祖宗讲的这些伦常，就是业因果报的果，哎，冤亲债主的果。啊，所以你一定要敦啊，一定要去和睦啊。啊，和睦是世间好懂啊，和睦在佛家叫做解脱啊。你一定要去化解，你才会当脱离啊。脱离安内关系，你再不愿意的关系呀、啊，哦，那么这个要能办到，必须要尽份啊，本分啊，守住本分啊。那你是什么角色？守住那个本分，用那个本分的态度去应对就对了。而抽离掉什么？我的心绪、情绪啊，咱即卖人是拢用情绪咧过日子、咧发癫啊，所以这个叫妄啊，
以至于我们越活越痛苦越活，因为妄一定会错嘛，一错再错，三错四错嘛，你妄对象嘛，你妄继续错嘛，所以他妄在对象会干嘛，所以为什么要一治不一事，哦，一回来治的时候，哦，他北回叫理治，那大圆心治、平等心治，哦，妙观察治、成所作治，一这四治回归的时候，这是要怎么一？听都听不懂了，要怎么一？对，这是是从哪里来？从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心，放下妄想来。换言之，我们的情绪就是执着、分别、妄想，我们要把这个放掉，我们那个伦常关系就对上去了。对，你才干嘛，干受，对不对？干语嘛，对啊。那你应对的时候，这时候就在解脱了，当下就在解脱了。那么你说解脱的速度快与否，哎，得要看你过去的关系，哦，这个伦常关系的紧密度决定。越紧密的，越严重的，你当然要多花一点时间，可是你的态度不能变，符合这个敦伦尽分的这一个态度不能变，所以后面有一句要前邪存诚嘛，对不对？把邪邪恶的邪，贤的是干，干枯喉底下好枯萎掉嘛吼，闲置在那边不要理它，存诚，对，要存有真诚之心嘛，哦，它其实是不同面向讲同样的道理，哦，那这样一来，你这个孝悌忠信就解决了。所以这样一来，你就开始慢慢接近有修行的条件了。啊，所以人常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完成，就是修行的前半边。哎，我们的天下杰尊，好，该你该来啊！就这件事情啊，好啊，这样的总和就叫做改变命运了。如果圣明还有法度，你看你开发一年圣明还有法度，那圣来圣去不是你家己在做一件代志。敦伦尽分，贤邪存诚，用在刚刚讲的那十二个字上，就解决了啊。你们基本上，你们下辈子保证有机会做人。那么，如果你在当中又加上勤修十善，对不对？加上勤持八大八正道。你下辈子一定都是天女上的，哎呀，因为人间总和的福报不够你想的，你一点一天啊。如果加上禅定，你在天又在高级数的天，二十八层天的二十二层以上，哎，没有没有，二十对，如果是真正的禅定的话，哎，二十二层以上。如果你在这样的完满的状态里面去。四相四界，你就超越轮回了。啊，四相四界都去了，你不但超越轮回，你还超越十法界了。我觉得它都有基本的功课。啊，所以那个林长要来家被冲上。对，这里就是做这件事情而已啊，啊，其他都是附带的。因为你这一件事情你搞清楚、弄明白，其他你都搞得好了。关系怎么样应对你很清楚嘛？今天你把这个关系的理念、概念用在家庭，家庭关系就好了。你把这个用在公司，公司的伦理就变好。所以伦理变好，气场好，公司就赚钱。你把这个用在团体，对不对？那就是六合敬啊，那团体就和乐融融，就会好嘛。啊，如果团体好，大家在休息，那么这个。高雄地区就因你们就有福啊！哦，一家人，那个里面只要有一个为善，都可以照顾到其他为恶的。你看那个公伯，对不对？一个为十，你见十善，一百个被照顾到啊，那不公平，就那九十九个都很 OK， 对，那一样公平啊，对不对？哎呀，你给他们对了，他还要还你。对啊，所以因果通三次啊。那么是此时此刻你的正量照顾到他们不受灾难，并不是说他们的恶根不见了啊，对不对？啊，如果他们因为这样恶根不见了，那就更公平了啊，对不对？你就度众生了啊，你不就你见四弘誓愿的第一条了吗？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啊、只是在真理的角度哈、哦，无吃较好啦吼、哦，
啊，那佛释迦牟尼佛给咱贴贴的头啊，咱起码能够去加的修，对不对？所以那个增量在阶段性是受得住，这样你自己还可以也利益到自己啊。你不是利益自己的心，却利益到自己啊。佛法就是这样子，真理就这样。你并不是利益自己的心，可是你一定会被利益到，因为生命共同体。好，假设各有因缘，哦，最后你别拉出去了，他们还得依各自造的业去各自收报，所以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那如果他在你的照顾底下，刚好哪一天，哦，很用心给分两部分面给世界，那你又有功，你又叠上一层，对啊，功上加功，对不对？哎，多好，所以也没吃亏啊。所以乐善好施是永远不吃亏的事啊，它不是价值。大五常你也细分这些轮常啊，哦，五常啊，三纲五常啊，四维八德，这细分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听的原则原理我们都认同，可是应对到我们遇到的实际境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才把我们细分出来啊，哦，做君主的应该用什么态度对臣朝臣。做朝臣的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君子？哦，才慢慢细说这些，然后，那个做父亲的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哦，儿女，对不对？做儿女的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你有发现现在的社会，你们踏出去都很危险，哦的原因就是这些不见了嘛？哦啊，这个是慢慢分析出来，让我们众生好理解，好依持，依着他去做。这样，啊，如果众生根基很高，不用那么麻烦，或者贤贤纯诚就解决了啊，他就保持一个真诚的心对待任何人，这上面关系都很定，哎，不管你在什么官什么地位，在公司也许我是人家的老板，我会有那个好、哦、老板的态度，爱护员工，然后为员工设想的那个态度称嘛。那如果我这时候回家是。我本来是老板，回家是我的父亲母亲的儿女，我就会知道怎么样孝顺，对不对？因为有成嘛，你袂教我袂教嘛，因为我到靠我头家呢，我回来，对不对？老爸老母你也无教我放下来，人阮员工我若一公司就放下来，哦，这个搞乱了，这个叫做不成，才会把这些关系搞乱。好，啊，这是不是也叫佛家讲的一切一切？更加会细分的，更无量无边啊！更妙的是，它还有善巧方便，因应不同时空、不同族群，他们的对待会不一样，因为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习俗会不一样。可是你都可以涵容进去，一个真诚的人，他都可以涵容进去，所以敦伦尽分。好，而且然后我们如果是做教育的，我们就要把教育做好，安尼尔，其他不让感情。因为你的本分是教育，那你这个本分你把持到了，你就要深入他人。那教育的应该用什么态度，对不对？应该要去充实什么能力，对不对？那应该在不同时空怎么应对进退，这是你的本分了嘛？所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万中归一，你所遇到的任何事都含纳进来这一块。那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呢？那你就要知道家庭主妇在做什么，所以你的所有的接触的人事的涵养，你都浓缩到我家庭主妇要怎么做。我爱公司老板亦复如是啊，你爱的是他的别不同啊，种别不二啊。哦啊，这个以前我们讲的多元文化，后面我补上一句叫做同根共体。哦啊，多元文化不同根共体就整起来了，啊，所以他有同根共体，所以他多元文化还可以和而无争。这个就是华严，华严境界。那么，它有一个总通则哦，共同之处。不管你各行各业，你都理解到它浓缩在理上，就是服务业两个字，服务。教育也是服务嘛，要不然教育偏颇呢？如果你教育你知道是服务的话，你是第一个下地狱啊，第一门前生道不啊。你也偏颇啊，你也张扬你的傲慢啊，这服务的人哪有傲慢的，没有，对，要不然你就明张扬你的名利啊，服务的人是为了名利啊，
如果你不是服务的，哦，服务的是能够有奉献啦，哦，牺牲比较不讲，因为是本分，哪有牺牲啊？哦，啊，只是说众生听不懂，就用这些形容词让你们明白，就是往那一方向就对了。那你必须相信一切众生本具良知良能啊，本性是善的，你才有办法去慢慢引导他。啊，这一次我去台北，那个马来西亚回来，隔天马上去台北了，我当天要回来。我就那个马特啊，哦，托你公司的老板啊，那不是问吗？问说，那个虽然像你们这样的人哈，那他讲话就比较那个啦。说，世间有这些，意思说有这些灾难，有这些很一般人觉得很龌龊的人啊，哦，很恶质的人啊，啊也善人啊，啊你们是怎么看待？哦，你用善恶两边啊，我们没有善恶两边啊，是明白不明白？尤其你做一个教育的人，你眼中不能有恶人啊。你知道他的行为举止态度不如法，可是你不能跟底里把他定位叫恶人，要不然你就不接受他。你不接受他，你就不能帮他。啊，或者是先不讲他，你自己心量就小，对不对？所以教育者一定要去根深底层，一切众生本具良知良能那个善，可是因其近其性相近，习相远，哦，接触的人事物不同而把他的习气，哦，熏染成不一样。有的熏染的比较深，有的熏染的比较浅，哦，比较深的不好，就是现在讲的极恶之人那个形容词。那么你要去了解他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明白什么？明白哦，待人处事，明白自己本分，明白这些所谓的真理的程度不同，哦，有的是不明白到极度，是把他误解了、扭曲了，所以他做的那样的行为态度。所以你了解他，你才有办法再更耐心的去什么等待机缘去帮助他。所以最后还是那个服务啊，那不一定的气息啊，哦，你是社会你的气息，你有的人要吃工台的气息啊。啊，如果你根深底层了解这一层面，你就不会了。嗯，暂且还要更进一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这一步，三才童子五三参，最后是自己一个学生，所以那个也不是恶人了，那个就是老祖宗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们定位的恶，他来警惕你不要这样恶；对，你们定位的善，他来鼓励你要跟进，要这样的善，加上一个你自己。没有离开，我这样就解决了。那这样可以理解吗？你来干要来干嘛？知道吗？那个服务的精神，要训练呢。嗯，训练呢。哎呀，没有坚持，然后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的，对不对？我们本来的本能怎么可能训练不回来？哦，但是他训练是。训练把障碍丢掉，本能不用训练，本能完美无瑕。你要加个什么，你就什么，增一分则太肥，减分则太瘦，本能完美无瑕。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智慧跟德相皆具足圆满。也就是你们常讲的归佛两足尊，那个两足尊嘛，智慧福德圆满具足。圆满就是再也不能减一个，再也不能加一个。你们的本能就是这一个事情。但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有你妄想执着，一切自自然自无是自自然证得，那你本来就有了。所以但尽妄情，真本来就行。好，看这样还有别的吗？我要请问师父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比如说蹲轮这件事情，对不对哈？比如说像现在一般我们来所接触到，就是比如说公司，像您刚才提到的公司老板交付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知道老板如果确定交付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要做不做？那如果做了以后，当然可能对公司有好处嘛。哦，员工啊，大家可能公司有赚钱，
啊，不过你做的话，如果说真的是影响到社会上，比较讲多一点，影响的层面蛮大的话，你这样有没有牵涉到造业的问题？那如果说有牵涉到造业，如果是面对，比如说现在社会上，这一阵子蛮碰到的，排毒的这些问题啊，光啊这些毒气的问题，那可能公司赚钱啊，那如果我知道公司叫我老板今天叫我去晃的话，我不晃，那我可能马上被 cancel 失业。那如果我晃，可是公司赚钱。他公司赚钱的话，你看我对社会上所造的这个业哈，影响了多大的层面？这如何去拿捏？当然，他肯定造业啊，哦，有造就有业嘛，哦，业的深浅广狭不同而已。那么，如果是我啦，我们不能讲别人啦，我就离开啊，你懂吗？你没办法拿捏的时候，他是一个伤害全体的时候，我会选择啊。我们人是自己的主宰嘛。我们有权利去选择适合的嘛，适合自己的，而不去伤害众生的嘛。所以如果是我，不敢讲大家，因为大家一定背后又有很多无奈嘛，对不对？对啊。那么你说无奈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无奈的另外一边是气魄嘛，你懂吗？好，古人讲人有三愿，天必从之啊，除非我没三愿啊，你懂吗？我只为了我自己的生计着想，我不是善愿的话，我这个无奈永远存在，懂吗？所以如果是我，我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前提可能可以有一些善巧方便，跟上司沟通，不能沟通离开这样子，懂吗？福是你创造出来的哦，方便讲创造，你本来的福。你去到哪里做什么工作，你都会有那个福。如果你没有，你就会做任何事情，处处都瓶颈，都障碍。所以这一个是已经到最末端的现象层了。哦，我们常常在鼓励大家，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在本因层，因远才结果嘛。不同的工作叫远嘛，对不对？如果我的因不足的话，我怎么找不同的工作，我的果都不会太好。所以这个叫做末端，哦，我们众生永远最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已经末端的结果。那一旦末端遇到了，很多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你只能去接受，受。那可是你受的时候，你有可能又是负面的，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果断力了。你到底要不要继续？问题是很多我刚刚讲的无奈出来，就是因为你的本因层太薄弱了。所以你这个决定，哦，离或存的这个决定会顿呆。如果你的本因层太雄厚了，你这个是很轻松的事情。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选择离开嘛。你想讲以你的例子来讲啊，哦，还等了皮，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全台湾人民结仇哎。因果就这样，所以包括我讲到那个节税的问题啊，哦，逃税啊这件事情，你跟全台湾的纳税人民，就是啊，一路协商者，哎，你行为你啊，你行一个两个，你会当行，哎，你行全台湾，安尼啊，伊在以后伊过伊一个省，对不对？人过咧坐，啊，拢爱纳税，哎，所以跟国家这个过不去，就等于跟全人民过不去，所以。了解因果理路的人，他这一点就会很清楚，而且他的判断力就会很什么，很准确、很快速，因为他没有得失，他知道没有吃亏、没占便宜。哎，表示这些生意人都不好混嘛，你懂吗？你们现在最近电视在报的这些生意人，这些企业主哈，应该企业主都没学佛，所以他都不懂啊。要不然你懂谁会这么笨？那以前钱还比现在多，现在嘛就按规矩做起。他们啊，他们这些企业主以前都比现在的财产还多啊。过去生啊的总和啊，未来应该要再多一点才对，可是都被他们折光了，折到看袂掉啊，啊得爱用力啊呀，你啊，这个就是那个常讲的以前的故事，有两个小偷，为什么一个怎么偷不会被抓？一个第一次想要偷还没偷到就被抓了。因为第一个小偷有福报，过去生的余福，
所以并不是他做坏事不会被抓，不是这样，而是他的与否、啊、目前还撑住，等到他继续做下去，对不对？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呢，时候若到，一切总到。所以你得来看，比如讲，伊过去的福报，但福度靠五拜，伊第六拜一定红利啊。啊，第一个是本来就没福报了嘛，所以还没偷就被抓了。哦，这些都背后都有因果的啦。哎呀，所以过去哦，已经过去嘛，未来过去的结成只是受报而已。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决定未来怎么样。哦，就像了凡先生哦，他的心路历程啊。哦、怎么创造啊、哦、让自己未来人生比较好，从本因层去深入，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一个本因层不断深入的人，刚刚、哦、你们问的问题都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状态里。比如说这不是漠不关心啊，现在台湾一大堆污染嘛，对不对？哇，还有环保的单位出来办、哦、对啊，因为它是一个工业体，它是一个工业体。那么我们这样讲说，有时候我们撇开讲干过什么事，你知道吗？就不能这样讲，因为现在普世价值观会觉得你漠不关心，可是其实不是，为了说法故，比如说有工业有别业啊，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些工作就我们永远遇不到，你懂吗？因为我们的本因层没这件事情，我们去创造出来，这个叫修行。你不断修，不断修，你不会有遇到这种难以抉择的事情。他在你生命当中没有，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投影机这个底片早就抽出来，你没有这个底片，你也没有再去塞这个底片进去，所以你未来投影出来的电影荧幕通通没这个剧情。那为什么现在会遇到？就是因为都取巧啦、啊，哦，在讲下有刚有跳有变强嘛，哦，啊就会这样纠葛嘛，啊越结越深，会变无底洞。那无底洞的人该怎么样？及时踩刹车嘛，痛，急痛一次就好了，极度的急，急痛一次忍住，往正确的方向走就好了。安然不给，生生世世痛得没完没了，很多都是这样啊。如果你现在无底洞的人，一定是这样。所以讲，那是这个雷，我那是黑倒黑啥，黑污染源的，迄、那个员工，我阁无法度，我就是起头路啊。我第一件事，我先吃车子。天下之大，没有不能容身之处。好，你因为你这样的心愿而辞职，你是带着善愿的，你是关怀苍生，所以这时候龙天必须护持你，你不会饿到。除非你没信心。所以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就是明白宇宙诸法的理路，理路明白的透彻的，一定有信心。我赶快呐！您家有迄个家庭主妇嘛？啊，您几个月请来煮菜？叫您即马炒一盘硬菜，您敢会足紧张？啊，迄无个咧，无请来炒菜，叫您炒一盘硬菜，你敢会足紧张？差别这样啊，没经验就最有信心嘛。二话不说，嗯，那热烈啊，热烈。啊，对不对？你啊，到底是要按我的，真的会吵的呀。对，最后不知道要不要吵呢，你知道吗？对啊，所以也顿呆嘛。这就是说，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是理路了解清楚与不清楚的问题。你越清楚，你越果断，二话不说嘛。而你越不清楚哈、哦，再好的条件给我们都没办法。所以学佛就是觉悟，觉悟就是明白，学个明白透彻。最后决定做是自己的事情。就昨天我跟同参分享说，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啊，当时所谓修行，修行是个人的事，没有在共修的，没有在共修这件事情，那更不用说法会嘛，哦，佛口腔，他们只有发问问题、回答问题这样的。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好，啊，你要自己回去做了，这样，所以比较轻松。那、啊、现在因为我们有惰性，比以前很深。所以大家爱智慧结婚，因时代不同、啊、所以法会地法。可是，即便法会地法，你们都要知道它背后的原则原理。对啊，你们能够依循着原则原理，把自己经验越提升，你们的修行就越什么简洁，越轻松，所以你们的人生境界越少困难。
哦，啊，那用在恁的工作，恁的食头路，哦，爱面对上司，上司撸袂嘴你吗？这是自然的事情啊。如果用科学家讲，叫做能量啊。你没有那个必须在那边无奈要不要到那个污染源的能量，所以你就没有那个事情了嘛，你懂吗？我们人那个污染 的那个液体，对不对？叫做物质嘛，对不对？老板也叫物质嘛，跟这个交友的软体让我这边起伏，这叫精神嘛。你们知道了吗？物质跟精神从哪里来？能量变现出来。所以你只要没这个能量，你就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跟他谈到开玩笑讲，哎，今麦这种代志，我无关的，我无迄种能量。那等下可以无量点，对不对？那个电视，电视那个能量要给我们植入，赶快可以丢掉，不落印象。大家知道就好了，不要落印象，未来就没有。好，这样可以明白吗？好，当然有一件事情是你们常常遇到，我刚前面讲那个要做抉择的那个无奈，那个忐忑啊，啊怕失去啊，怕未来不知道怎么办啊。这只要你没有明白佛法，每个人都有，所以要深入学佛，要深入。那的情况开玩笑，之前好像有时候常常我出去，老师说，啊，你没多少钱，你还敢出来呢？啊，福报通钱也无关系啊，我有福报啊，出去就有啊。那这唔有钱，都有人吃，那些有人啉。啊，你带钱出去，不是就是要买吃，要买啉的嘛？而且有人吃，有人啉，倒来你带就是看，你该顾钱是加忝。我常常会忘记带钱，还有时候去一个礼出去一个礼拜也没带钱来。啊，都有人吃，有人穿，有人买，有人带就好。所以就发现我出去，像可能伟宏甲之前靠甲我排过几落摆的迄个行李，啊，不过我看是上。任何团体最幸福的那个背行李的，因为再也找不到我那么少的行李了。即摆我去迄个马来西亚必定一摆较久吼，较短，也是一样啊。人家看到也会觉得，那愈来愈少行李，那就够就好了啦。哎呀，其他的都是什么，都存着那个好能量，存着就好了。阿瑞其实比较不得已啦，因为他有工作，也有多心，所以那个多少不饿嘛，对不对？对啊，那不该多就不要多啊，那你该多又在那边不多，你就处处走不通啊，所以完全不染心啊，你知道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意思，哦，面对工作这个也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以前工作好像很少这种无奈，不是没有不如法的事，啊，里面的，那大公司一堆啊，对不对？你的光收回扣这件事情就好了，我们就做工程的，一堆啊。像我的主管跟我气味相同，那时候不收回扣，所以他最后也不能待在公司了。他不能待在公司，他到别的公司也没比较不好，你懂吗？啊，转公司，但伊无收回扣给我，我两个走，我走即马无较歹啊，这样可以明白吗？谢谢。我也深了。
Sala do lo lombolo.
色拉德拉达拉顿波罗罗，萨沃。Sado